跳。哇，我最爱的布丁，好好吃啊！哇，怎么回事？我们家的小紫啦，小红、小绿，吓到我了。布丁也不能吃了。小紫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只是在和你玩游戏。你们应该得到小紫的同意再玩，随便吓唬人可不好。是的。那小紫，你想不想和我们一起玩下来下去的游戏呀？不了，我害怕。那小兰呢？要不要玩？太幼稚了。不过我可以勉强陪你们玩一下下。好啊。反正我是不会被你们吓到的。游戏开始。是谁在敲门？啊，来了来了。没人。哪位呀？请问是哪位呀？是我听错了吗？应该是听错了。小兰，你饿了？我没被吓到，只是在练唱。我正在研究唱歌。谢谢。啊，好吧，没吓到他。游戏继续。差点被吓到了，我得时刻准备好才行。我是绝对不会被他们吓到的。什么东西？我们等一下就这样去吓唬小兰。被我发现了。小兰不害怕，小兰不害怕，我是最最聪明勇敢的小兰。小兰不害怕，小兰不害怕，我是最最聪明勇敢的小兰。你好，小兰。小青别怕，是小红和小绿。小青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们在和小兰玩游戏呢。小红小绿，不要随便吓唬人嘛，讨厌。那我们还继续吗？当然，游戏继续。谁？小红。小绿。没人。嘿，出来吧，都看到你们了。还不出来吗？出来吧。机会来了。是不是被吓到了呀？没有，我在给石头写诗呢。石头啊，你又大又圆。没被吓到啊？好吧。下次我要更加小心才行。小红、小绿，偷偷看，偷偷看。
哪有小伙伴？仔细看，仔细看，千万别慌乱。绕一圈，转一转，太阳快落山。小伙伴，为什么没来找我玩？都一天了，小红小绿怎么还没来吓我？好好玩呀！小红小绿，你们怎么不来吓我了？下来下去的游戏一点都不好玩，我们不玩了。也好，游戏结束了，我也可以放松一下了。小来小来，那来和我们一起玩积木吧，这个更好玩。好，太好啦！我们一起玩。秋千，坐着滑梯，足球足球再来踢踢。我们一起来玩游戏，捡到石头不换什么，丢丢手帕，偷偷下泥，玩具玩具汽车滴滴。敲敲板多么的有趣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，永永远远是那快乐的小鸡。